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啊！然后这是百万美金悬赏紧急通知啊，这个是在继续进行当中啊，包括现在已经有初步见到成效啊，包括在各个战区的啊所有的战友，然后能够把自己啊所知道的、所了解的啊、所接触到的，然后我们可以能做到的啊，都做了一些总结啊，就是我们就是原内计划这个钱绝对到位啊。目前预付款正在啊，包括在都已经发放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海外的啊，就是咱们的账户当中，PayPal 啊，就是等等吧，各种各样的账户啊，所能接收到的，大家都能收到，绝对不会换成人民币了，人民币基本上已经成最后的进行当中了啊，已经成最后的进行当中了，请大家稍安勿躁，请做最后的等待。一切都已经开始了，希望没有觉悟的，尽可能尽快的觉悟啊！觉悟的能够迅速的保护自己的家人，能够做到利己的情况下，能够推动我们灭共的进程这个咱们就是不多说啊，说多了怕暴露出一些过于隐私的秘密啊，包括这个等等吧。好吧，这个咱们就是到此为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再接再厉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然后是这次灾情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飞机失事啊，怎么失事呢？就是包括这次咱们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所有的灾区啊，就是基本上水啊，在就是在共产党就是故意啊，在没有跟百姓商讨正常的情况下，和谐的情况下，然后把大坝打开，造成整个村的消失，这就在前几年，包括河南的那个地下水库，是地下隧道，当没有在知晓停止，然后告诉老百姓的情况时，然后把所有大坝同时放空。然后还下着大雨，趁着大雨的时候把放洪水，然后是可以怎么一能够保全自己的大坝，第二能够造成的损失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赔偿的责任，第三就是为了能够更加安全能够更加安全，然后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作为一个党员，嘴上说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吧？这句话说得很明白第二，你们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困。其实我想问一问，你有何德何能对吧？一，你们又不生产什么东西。完全是靠税收，百姓的辛苦的劳作劳动，然后你大量的罚款也好，追收税收以后，榨取老百姓的这个剩余价值也好，你把自己共产主义说的这个描绘的像神话一样，像一个大饼一样，把资本主义践踏的这个像狗屎一样，就害怕老百姓得到一点点的民主，一点点的甜头，你已经把出神入化的把愚民武策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是你的特点，这是最好的优点，你共产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所说出的就是在坐的直升机连船都不坐坐的直升机去视察，而且是所有的这些全是当官的地方官员，而且还有新闻媒体。全都死了，飞机全失事全都死了。这就说明了什么？你在做，老天在看，地下瞬间死亡的冤魂的灵魂，在无时不刻的在追讨你的命。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什么，就是说那些冤魂们能够觉醒，一定要把共产党全部抓进去，知道吧？中南坑最主要的是中南坑。
因为这是所有的人，你所做的事情啊，就是说让大家就是有目共睹，心里有一个好一个坏，所以说，在一些能量上，在能量场上，就是说什么，这叫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所有人在都在恨你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好，啊，对吧？这个是属于意念的力量，心念的力量，所以说你不要把坏事做得太绝，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看清楚你的所有的本质。对吧，你也有孩子也有老人，请为他们留一点后路，好吧，就是包括这些目前的党员也好啊，包括现在目前还替共产党办事儿的人也好啊，包括你们那些啊地下党也好啊，包括那些灭暴小组也好啊，希望你们能够看清楚啊前程，好不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所以说我感觉你们能达到这个位置啊，达到灭暴小组这个位置，马屁拍的也非常响，钱也没少供啊，所以说眼光看的应该很远啊。其实你们也有优点的啊，优点是眼光看得远，马屁拍的响，是吧？钱送得到位啊，才把你啊提拔上来，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所说这一点，你可以去考虑考虑啊，稍微的那个大脑啊，那个细胞稍微用一点转一圈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吧，这个咱就说到这里啊。所以说咱们就是最后做总结啊，废话不多说，闲言碎语不要讲啊，彪彪浩瀚万浪啊，咱们就看看是什么，中国人民不需要中共啊，中国人民需要消灭中共。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疫情当中，中共所做的事情是装聋作哑啊，在不帮助百姓的情况下，而且是秘密的在晚上炸坝啊，瞬间让整个啊在没有完全准备的情况下瞬间夷为平地啊，也就是说瞬间这个村子就没了，然后变成12米高的这个水全部淹没啊，这个大家能够在新闻媒体上包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对不对？你想想，他们把大坝炸开了以后，水很快就进去啊。进去以后，当时你也没谈判你要赔多少钱，对不对？你偷偷的晚上12点，白天不敢干，对吧？百姓去阻挡，然后你还要拘留，还要抓起来，对吧？这都是你办的事儿，是吧？老天都知道，我知道你害怕白天，害怕青天白日下的这种光照。你们所做的事情经不起的这种光照下的这种推敲啊，这种暴晒啊，只能在这种肮脏那种漆黑的深夜当中能够秘密的去探寻，去祸害老百姓，这是你们的长项。因为什么？你们除了搜刮老百姓的钱，去国外孝敬你们的俄爹和给你们的小三或者说私生子做后辈存款，你们没有什么，一无是处啊。包括从过去的几十年七十年来说，你们所做的这个创新也好，各方面无时不刻的这种啊，就是偷骗啊，威胁蓝金黄啊，买卖器官啊，这都是你们所做的恶。包括这个芬太尼啊，你们在这个福建的这个做的这个毒品，然后秘密的发往美国，无时不刻的在发往，啊，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恶毒的人，啊，就是说你们共产党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本就不是那种为百姓所做的事情，啊，拿朝鲜做对比，朝鲜最不发展这个。而且这么多年呢，并不是说发展，但是他不会对自己的百姓去割自己的肾，啊，几乎没有，啊，房屋是平等的，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免费没有什么。首先压缩百姓身上的这种医疗，啊，这个养老，啊，还有这什么的，医疗养老，看病，对不对？就这个三件事情。所以说你们根本就连朝鲜都比不上，你跟朝鲜又关系那么好，又跟巴基斯坦关系又那么好，啊，又跟沙特关系又那么好，啊，
科威特啊，不是科威特，沙特，还有恐怖主义关系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妻子，包括老人都送到这些国家多好啊？你为什么要送到万恶的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呀？那美国那不好，吃不饱饭，你拼了命的削尖了脑袋往里边钻，让自己的孩子钻过去，那是为啥呢？一会儿今天美国吃不饱饭了，一会儿美国暴乱了。一会儿英国吃不饱饭了，一会儿德国吃不饱饭了，他妈全国都全世界都吃不饱饭，就他妈你能吃饱饭？哎呦我的天哪，一概全是他妈的添加剂呀，生不如死啊！啊，奶奶奶不行，对不对？还空气不行，水资源不行，你说你哪块他妈行？行，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废话多了啊！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包括咱们把前期的进展啊，非常不错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各大军区的这个，包括这个所认识的也好，接触的也好啊，咱们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啊，所以说在咱们的后勤啊，包括后勤力量啊，就是说组建咱们自己的这个渗透力量啊，用糖衣炮弹干掉它啊，虽然不是真正的东西，咱们用这个腐化的炮弹。因为他们的根儿已经烂了，为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根本很快就会烂掉，所以说用糖衣炮弹砸一砸它，成为咱们自己的，很好，很方便，啊，因为你们自己管不好自己，下边人一模一样，3个月搞定它，好吧？期待我们的成功，好吧？团结起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家人，今到这里，好，再见。